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就去来玩排位啊，段位。火影当也好难打，打了半天才上呢。哎呀，这叫什么技术？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，主要最近玩的少啊。听说比诺曹总说真话，就如怪人有把事瞒上。过来射他！哇，他这里都被轮子轮掉了，插起来再插他。还好最后一个锤子把他给砸死，要不然我站在那不会动就尴尬了。但是我下一把没有分身，我想办法尽快挣个分身。这就这么飞了，这家伙居然赖皮，直接算了那玩意儿。哎呦，这家伙好狠。你过来，哎呀哎呀，被吸了，赖皮一下，哎，这尴尬了吧，应该被我阔鱼给赖赢了啊。又天坑到了，你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我。哦，为什么抽不死他？先跑吧。他没技能了啊！看你的，看你的，看你的，看你的！哎，哎呀呀，这下好尴尬。哎呀，本来可以串三个，哎，宇智波鼬，居然名字就叫宇智波鼬，老子也不相信，一个多可以，好像缩短了这距离。哎，我操，我真是傻。嗯，哪里？没有的。